好，我小鱼，我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开房车的啊，他们很厉害啊，是两个爸爸带三个女儿出来的，咱们看一看啊。好好进来看看，两个大宝，两三个大宝贝儿。啊，俩爸爸带仨姑娘来的。俩爸爸带三个姑娘来的。爸爸去哪？爸爸去哪？啊，你们这体验挺好呀。啊、然后这也是一张床。啊，这是卫生间。啊，这是卫生间。这双人床，这是双人床。啊，这也是个双人床。对对对。六个床位。啊、六个床位。七个座。七个座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七个座。啊啊，前面是这个样子的。哦。你们这也挺厉害啊！爸爸去哪儿，就是带他们来，就你们两个爸爸带他们来体验是吧？对，俩爸爸仨姑娘。他们是放假了吗？嗯，请的假。请的假。上小学没放假啊？哦，那我也想没放假。你来出来多少天了？上周五出来的。上周五出来的。学生一共是七天就行了。啊，就七天。你都去哪儿了？第一站是库伦。库伦？库伦沙漠，辽宁直接登到内蒙古通辽库伦沙漠。哦，你们。通辽那边去了啊！完了，搁那边直接，第二站是白城。白城啊，然后这是第几站了？白城有扎龙湿地 啊，第三站是齐齐哈尔啊，就是第四站就是啥的。哇，你们是这么走的？库伦贝尔。你这个车多钱呀？这个40吧。40，哦，这什么牌子的？大通。大通。那你们是这么多人，你们是也是走到哪儿住宾馆吧？有的时候也在车里住，就在车里住，一直在车里住。啊、那这个是加水口，这个卫生间还可以洗澡用。啊，那你们今天这上情侣这是？啊，他们有点小，有两个搭乘的小姑娘。啊，你们嗯搭车小姑娘你们给送过来是吗？对对对，我咱们搁这住，咱们一起住。啊，你们就是那个啥住车上，这也挺帅哦。这房子不帅，就爸爸带三个姑娘。对，我的意思就是爸爸带三个姑娘真帅。我采访一下这小妹妹，小妹妹，我问一下，你们仨跟爸爸出来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爸爸带你们玩的好不好？挺好。你们吃饭怎么吃啊？我说就是他们做。他们做。在外边支桌子，然后那个。啊，你们爸爸做饭好吃吗？还行吧。好吃，玩的可开心了，出来是吗？嗯，那行，那你这个是成功的，获得了女儿们一致的好评。没有这两下子敢带女儿出来吗？厉害，厉害。那你们下一站准备去哪儿啊？啊，下一站准备去哪儿啊？核弹头，下站是市委。市委，对，市委完了就回那个海拉尔。啊，您这车一公里合多钱油钱呀？一公里啊。啊。八毛吧，八毛加啥的？汽油、柴油？柴油的。对对对。啊，一箱油能跑多少天？跑多少公里？80升的箱。啊，84升箱。60公里。600公里。600公里。对对对。啊，房车看完了，我也准备走了。今天这雨下得哇哇的呀，但是这两个爸爸着实的厉害，刚才也得到他们三个女儿的一致的好评，还行。我们要出发了，去下一站了。